满族群抢强棍，望到 Q 二没问题啦。自己写账要小心，不要这么乐观。卖差，我来验就知。大家好，欢迎收看股票开业啦！我是婉伦，我是千涵。大家好，我是林德燕。面板三虎乐透啦，而且群创他投信连十卖耶。我觉得财经本益比比较低啦，选他比较好。龙卖差，我来检验，我验了就知道面板现在已经变成国民股了。一张才两万块而已。对啊，你不用买零股，你可以一张一张买，领了薪水就可以买。对啊，最近面板股从原本的水饺现在已经升级到什么卤肉饭，那会不会再涨上去？你要知道，现在面板的毛利率，像友达已经来到 16.9%， 这是三年来最高的毛利率，股价已经来到十年来最高。哇，还有机会吗？我们来检验看看哦。你看友达在106年的时候，毛利率最高到 20%， 股价当时最高涨到14.5块，那103年最高涨到 19.1%， 现在都已经来到22块了，所以股价涨到这里来，会不会过高的点啊？这是你要去想的问题。那另外一个群创，群创第四季毛利率 20%， 在106年毛利率是 24%， 所以现在毛利率还没有到最高毛利率哦。可是当时股价最高只有 16.3， 103年最高只有 20.9， 那现在22块钱了。哇，所以想法上可能就有点颠覆掉了。对，那我们看另外一支财经。哎，财经毛利率竟然 37.5%， 哇，好高！第一次三个月在一起雄关呢。对啊，那反正股价是最便宜的。最近外资都在买财经，那你从它的图形上面你也可以看到，你看友达最近四个月哎涨一倍耶，哇！所以这一波有跟到的真的赚翻掉了，真的。哎，阿朱阿花，你穿那么花，你应该是阿花。现在跟来得及吗？现在跟，我觉得财经比较有机会。你看财经。连刷四个月都在箱型内底，那反正友达群创，毛利更高的反正比较没涨到，那友达群创反正涨幅都到达一倍以上。你看外资最近在买什么？最近这一个多礼拜时间，买友达才买8万张，买群创才买1.9万张，买财经买了18万张。我请问你，你会不会对？跟着外资买啊？当然是买财经咯，对不对？那这一波他们到底会涨到什么时候？总不会无法无天吧？我从历史上面给大家看一些记录，你知道这是财经面板18年来景气的循环表，你有没有发现到它每一波的景气循环？你看第一波走16个月，第二波走18个月，那第三波走17个月，是不是看出一些端倪来？对，因为这种景气循环股都会走一年，大概一个波段上来景气循环大概都16个月到18个月，对，就主人已经18年的情况都这样了。那这波上来现在是第13个月所以也就是说多头还没结束，可是已经快到尾声了，剩最后的两个月至三个月，那你要做当然可以，可是你不要过度的期待后面两三个月它当然它还是会持续热络可是高点可能没有大家所想象的空间来的那么大。那其实最近全市场最热的焦点话题在哪里？医疗手套，当然就是医疗手套啦，对不对？很夯，而且上涨空间也很大我给大家看，大缺货，对不对？我给大家看他们的图形有没有飙翻？哇哇！这是南帝、深丰有没有飙翻？有，因为大家可能量比较少，大家比较不会注意到。可是这一次全球疫情开始高涨之后，你知道医疗手套在全世界烧翻了，是橡胶手套全球最大产地在哪里？知道在哪里？在马来西亚那天然橡胶我们也没有可是合成橡胶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强项。你知道天然马来西亚那边上个月已经讲了如果要跟他们买橡胶手套，你要先压 30% 的保证金，你不压 30% 不确定你能够拿到货。那压了 30% 之后你是一定拿得到，可是什么时候拿到不知道。那目前马来西亚的橡胶手套订单都已经排到，不是今年底排到两年后。两年
排到两年后，订单都排到两年后了、啊。可是疫情结束后，股票会不会就下杀啦、啊、老师？因为这是一种一次性的东西哦、嗯。比如说，医生，我现在面对这个病人，对，我戴这个手套。那在面对下一个病人的时候，你要不要换？要，哦、一定要换的嘛，对不对？那如果以口罩来说的话，一个口罩一戴，可能一天，台湾很干净，有人较嫌戴两天戴三天嘛是有。可是手套你每接触一个人你就要换、啊，每接触一个人就要换，所以它的需求量、消耗量是相当大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原料的报价哦。你看天然橡胶，从去年三月开始，从 131.5 飙到 245。飙了 86%， 那对我们来说，合成橡胶的部分，你看合成橡胶飙更多，从1090飙到3245，整整飙了120%。那最近这一个月，因为你合成橡胶它是丁二烯跟丙烯金融合起来，那光是在丁二烯的部分就涨了 33.7%。丁金橡胶涨了 25%， 那你看这两家公司的财报，你知道南地目前毛利率已经大概到 60% 了、嗯、去年第四季 3.97， 去年 7.2、欸、1080才2.9而已，哇，所以一年业绩是成长 1.5 倍的，那包含今年两个月的营收又成长了 1.6 倍，如果保守估计、哦、南地今年第一季 EPS恐怕5块钱起跳，哇！那全年至少10块钱应该没问题。那10块钱没问题，现在已经飙翻天了，本益比才10倍而已了、哦。所以这个话题其实才是目前市场上面最热门的话题。那另外一家公司深丰啊，深丰也不错。深丰今年前两个月营收又比去年成长了 1.5 倍，那第四季毛利率来到 61%， 去年第四季 7.85， 全年是 16.85。哎，105年才赚5块钱而已，哇，一年也是成长 1.5 倍。那我保守估计，深丰今年第一季的 EPS 恐怕10块钱起跳，那全年至少20块钱起跳没问题。所以股价你看它飙翻天，对不对？本益比才10倍而已啦，哇！啊，所以医疗手套的部分大家务必要特别注意。还想知道哪些族群？赶快在底下留言。喜欢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哦。股票开宴啦，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还没结束哦，下周纯度排行榜第一名南地，第二名深丰，第三名彩金。南地下个礼拜4月7号要除息，这是最早除息的一家公司，所以除息后填权指日可待啊！这档个股本身来说也是外资最近积极买进这档标的。那第二名是深丰，因为深丰除了医疗手套热门以外，股本只有10亿，而且高达 85% 的股票在大股东手里面，所以它市场筹码流动很少，很容易炒作，所以排行榜是在第二名。那第三名是彩晶，因为彩晶最近外资买超第一名，连续4天买最多就是彩晶，加上面板的话题，彩晶整个大底完成之后，下个礼拜第三名的股票啊，这档个股可以特别注意。喜欢我们影片的请锁定我的频道，按个赞，我们下次见。